转速极慢，这里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这里？这里速度很慢吗 ？Hello，Hello。我已经把 4G 关掉了，对，我已经把那个关掉了。为什么讲 ？Hello， 有人吗？来谈谈三个，好的。逃跑鬼画符。Hello， 为什么没有人？Hello， 我们要来请老师签名哈，可以，可以，可以请老师。哎，这些零食啊，太 over 了。签签签签签签，为什么没有留言 ？Hello， 老师，先签吧。签哪里？随便，就签旁边好了，反正黑色的地方。黑色的地方啊。就是边边啊，就不要、哦、不要在他的整个，可以签边边啊，就不要影响到他的画作就可以了。嗯，对，老师签名中，这图太可怕，对，就是上礼拜我们挑的到鬼画符恐怖的图案，所以老师两个老师签了名，感觉有加持的感觉，对，好的，老师要不要帮他写一句那个什么好话之类的，就是祝他什么平安，就写个平安或是顺利之类的，对啊，也不用多了，就是写个简单的那个，让他感觉什么。嗯，至少稍微顺平安一点，这可以。你说是鬼的可以吗？这图你喜欢的、欸，好的。哎、啊，你们画的好，还有这张也是，这张是老师上次挑，因为印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效果会这么糟。嗯，对，还是就请老师签。然后哎，两个人轮流。这张是直的还是横的？哦，嗯，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好，老师签了这张，所以哎、欸，你们两个要交换呢、啊。对对对 ，Hello。想要，对，那想要就画来寄来，我们参加活动，然后我们老师会挑完之后我们会把它印出来，然后用纸板，因为这感觉比较刚乎，你们可以自己做保存，然后之后对啊，我们会寄回去给就是参加的这个作品的人，老师就是感觉有吗？有加持的效果，希望给大家添福加福，在恐怖的节目中呢，也有点添福加福的感觉。黑豆，这是上礼拜的，我们先补签名，对。因为它好长，所以我真的。OK， 没关系，就是简单的。对，陆老师很累吗？老师今天很累吗？还好。哦，你有上次回去有感冒吗？还好。我想说那个，我们上礼拜出外景。刮风又下雨，刮风下雨又十度还是12度而已。十度，九度，我画了两次9度，哦，加夕阳要修。嗯，这个要写是不是？对对对，也是签名就好。嗯，好，这张是完整版的，就是他们老师已经有签名，谢老师给你平安。郭老师祝哦，老师帮你画了一张符在上面哦，哇，你好幸福，好幸运哦，很会画，对不对？都有，只要有，就是老师有选中的，我们都会给老师签名，然后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加持。嗯，今天也好冷，好像是我们明天要出外景，唉。没关系，老师，你上礼拜遇到下雨呗？这礼拜谢老师应该会遇到下雨，因为明天我看了气象，我看了气象那个。嗯，这两天天气还不错了。没有，就是一二三好天气，四下雨。五六日又是好天气，我看了气象，就是一个衰就对了。我想说，那一家衰。礼拜四还是礼拜五？这个礼拜礼拜四。哦，礼拜四刚好你们就是衰的下雨，就是一二三好天气，五六日好天气就是四。我想，嗨，看到没有？有人在脱裤子，脱裤子直播。对啊，有没有看到脱裤子直播？那吵到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不用讲话，你只要脱裤子就好了。明天外景是谁？明天是伊森跟珍珍，因为上礼拜是娜娜出嘛，我们他们两个轮着出的，所以对，然后看到一个什么？好，那我们来挑这个礼拜，因为这礼拜我们同事他们那个印好没有带出来，所以我们就好，我把它收起来。哦，我们来挑这边的，这是上最近其实还有加之前的啦，对，然后。这是这礼拜画的，好的，可以看一下，这边不用放那么大，这样子啊，老师可以看到，可以把它立起来，我后面那个有那个可以
对，这样吗？嗯，你要再没有，我看看这样再没有，老师帮我拿下，是是老师帮我拿下，哎、哦欸，我来折，我来折，对，哦，对，这样子，哦，是这样子的，嗯，这样比较好用，嗯、对，好，这个，这就是给老师看一下，可能这礼拜我比较不好，哎、欸，不好，就是这个也是，他是说他这是他看到的样子，比较没有鬼，可是他说他梦到的情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画一个，还有这个。然后这个是比较鬼的形状、嗯，然后这个是感觉，嗯，小娜老师没录《奔跑吧兄弟》，不好意思哦，嗯，我们节目是《逃跑吧好兄弟》，看的应该是大陆的节目吧？是《奔跑吧兄弟》，应该不是我们节目哦。《奔跑吧兄弟》一集好几千万的预算，我们一集是几万块，几万块，不好意思哦，你看的应该是别人的节目、哦，差一千倍 ，sorry 哦，哎、嗯。啊，这是杨老师写的，九岁女儿画的，我觉得还蛮写实的、啊，小朋友画的，还蛮也是什么，不晓得是他想象中还是他看到的，我不晓得。然后这是就上次有看到是他好像画类似像动物灵，嗯嗯，他说他比较会画动物，他比较不会画人，这个是比较清醒，像电视他看到就是坐有人坐电梯，嗯，对，嗯，然后老师看看有喜欢的。哦、这个画的很那个，对不起，嗯、这个画的很那个，很像怎么说？我很难形容，就是还蛮有意境的。对，纹身哦，对，就感他的脸也是，嗯，感觉就是我不晓得是什么形状，而且色即是空，我也不晓得错。啊，这个是比较可爱的，甘乃迪啊。然后就是他们出外景，哎，都喜欢游戏。Sorry， 然后这个娜娜、这个、画的好像漫画，对，就他们的感觉，对啊，这个这比较恐怖啊，明明对啊，哪有男主、这个、那个哪有那么帅，医生哪有那么帅，啊，不在旁边，乱画，你说不会丢下我的，然后就感觉就是红衣小女孩，嗯，可能是看电影之后画的，类似这样子的，嗯。然后这个应该是有点像漫画里面的，那、嗯、他的眼，这个是眼睛，然后这个是头，这样子。那录什么？录《逃跑吧好兄弟》。等一下我们要进棚录影。哦，这个是有点像外景照片加图画，这个后面的人是他画的。然后这个是，你看这个还蛮恐怖的。哦，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场景像我们去电影院出的那个场景，嗯、然后那只是。他把人也都加进去的感觉。有一次去，有一起去，好像是我忘记了是什么。在神桌上面吊这个。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把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内容，他可能把它加进去，因为他可能有印象，比如医院那个场，戏院的场景，加上他看到了吊死鬼，然后看到什么这样子的。对，这是娜娜的甜心卡，是娜娜的忠实粉丝。他画的蛮漂亮的，然后这个是像鬼新娘的感觉。嗯嗯，他脸画的蛮那个，蛮细的。嗯，这一半的脸嗯，画的蛮细的。嗯，鬼新娘啊，这个是没有这个，这个不是参加比赛，这个是他画给我们。嗯，就是什么，他写的上面写的很好笑，他们没叫老师别管他们。这是你，这个是你的，嗯、这是谢老师。嗯、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然后这个是那个江哥，江哥说吵死了。嗯、这个是逸轩。不中不中，我还可以再拿一些。然后这是他们三个，啊，这是我，对，好好笑、哦。哎呀，你的这个吗？我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有点可爱画风了，我也搞不太清楚。嗯，对啊。然后、啊、等一下，对不起，后面是我的衣服，我再找一下，等我一下。有些是在我的前面，我找一下。Sorry 啊，都是我的照片，还有一些外景的照片。嗯、我的相机里面都是外景的照片。恭喜的，恭喜的。好，这边啊、哦，好，这是上之前画的，之前我们没有挑到的。看、嗯，这是什么？不是，我是说刚刚这一张，嗯，好像航海王。我也这样觉得，是模仿航海王吧？很可爱，对，哎、嗯、呀，海贼王，海贼王类似，对，我没有看漫画，不好意思，哎、嗯、呀。然后就是有一些他们画比较简单的，啊，因为这一半没有印出来，所以我们都只能透过这个看这样子。哎呀、啊，而且是上次挑的了，嗯，对，是小朋友画的，
然后这张，其实这张画的蛮不错的，说实话，这有点像人家刺青要打底的感觉。哦，这是我们也是上次挑的了。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人画的。为什么大家，我忍不住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画的鬼都是女生？大部分我看到大家画的鬼几乎都是女生居多。啊，既定印象中，既定印象中，啊，就是鬼感觉都是女生比较多的感觉，比较多。对，啊，对对对。娜娜去哪了？娜娜不晓得。其实刚刚有一张，我觉得哪一张还不错，就是这次的吗？还是上次的？上次这个其实，其实如果这一张，这一张如果他把它合在一起啊，哦，两个合在一起，在一起就是你知道有，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是，因为它的这个皮不皮，其实它一般，那个鬼魂他有时候拍的时候，他皮不一定跟肉连在一起，他有时候可能在撕开的那个过程中，如果这个再开一点，在撕开过程中，把这个配进去的话，就非常符合跟恐怖，就非常符合了。对啊，我记得他有画一个，但是因为这次我没有看到他那个，就像刚才那个蛇的那个也是啊，蛇的他也是把里面的那个部分露出来了。你说女生的那个吗？不，我们已经选到的。哦哦，对对对。好，月婷那不是，那是我的，啊，这个，啊，哦，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对骨肉露出来这样子，对，它把里面那个露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符合跟写实。对，所以这礼拜的一样啊，我们一样是挑三个啦。我自己的话呢，我会因为，怎么说？我要找我的，好的，我之前，我自己是喜欢这个啦，因为它是有结合了我们外景的内容跟就是，当然主持人不是画，他是他 P 上去的，但是他后面画了好几个鬼，就是很像我们之前出外景中有出现过的，然后场景也是，我就觉得还蛮符合的。把节目里头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东西，对，既定印象深刻的，那我是觉得有点就是真实加上那个虚幻的，我是觉得还不错。老师，你要挑吗？看郭老师。我觉得这一张不错。这张不错。这张也是，我也觉得蛮，他的那个，你看，你如果看这边是个很正常、很漂亮的美女，对。然后看这边就是一个很恐怖的鬼脸，而且他的眼睛的部分画得好真实哦，脸也好真实哦。对，你的呢？因为我现在是从网络上，我基本上都有抓下来。那你如果投错地方，我就没有办法抓下来了。对，所以大家要记得一定要投对地方，在淘宝鬼画符就像有影片的那一则，每个礼拜我们会放。那我们大概礼拜三的时候，外景会挑。对，郭老师这个很好。对啊，郭老师挑这一张。OK， 好。老师，你看这张是因为什么？你觉得它很真实吗？对啊，画的还很写实啊。很写实。老师，你有看过类似的这样子的鬼吗？有啊。有是那种，是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是没有穿这么古典哦。那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就是类似新娘的。类似它也是新娘，鬼新娘的感觉。也是穿那种古时候的衣服。是哦。旗袍，类似旗袍的。所以他当初死掉的时候就是穿旗袍的感觉。还是后来不知道，就是有看到这样子。OK， 好，那看过类似，没有没有，因为很多很多远看的时候都出现这样。对，我一开始远看觉得很漂亮，蛮漂亮的，但是近看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看这样。对，就是远看跟近看的看，远看的时候就是哇漂亮的美女哦，然后近一看就是哇。对啊，没有这个就是哈，我跟你讲。他有事求你的时候就这样，对 啊你不答应的时候他就这样，场景还蛮妙的，对啊。他有事求你的时候就还蛮漂亮的，对啊。你说不行，这个我没办法帮你，他就翻脸了。老师讲的也很实际，的确是，就是阿飘也是，就是这个。好，我挑一个，这个谢老师，郭老师挑一个，那谢老师要挑哪个？因为我觉得这礼拜的好像。因为我没有把所有的都挑出带出来了，所以可能我这边看到就这一些。其实有几个是，有几个是不错啊，除了郭老师那个以外呢，这一个也还不错了。也是画得很漂亮。这个是如果以画工来说，还是画得很漂亮的。对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
这个，但这个应该要放横的。哦，没关系，转过来也可以，行的。这个也是，嗯，有情境啦，有情境，就感觉就是，对啊，就是我们常讲，就是坐电梯会遇到的鬼，而且它其实画的蛮细，你看它后面还有影子，就是鬼后面还有影子，就是一些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的。重点是我为什么会选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后方这个，嗯，在我们一般风水头叫棺材煞啊，是哦，对啊，它就做成半圆形，像棺材盖啊，盖上来啊。所以电梯里面做半圆形，这样就是像棺材煞。其实，在床上面做影响更大。是哦，会怎么样？代表那个上面的人不是生病，就是他们一般来说都是长期生病。哦，长期生病，就像等着要进棺材的意思。所以等于说你已经睡觉的时候已经躺在棺材里面的感觉，对不对？嗯嗯，好。然后重点是我曾经看过一个一个影片嘛，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电梯的场景，那两个人靠在电梯聊天，然后接下来就电梯门开了，他要出电梯，一走出来，他一动，后面就有一个老太太就在他后面，然后就真的就跑出来了，完全没有那个，那就是在电梯的监视器都拍到那个影片，我看非常的真实跟恐怖，就是也蛮像这个，这或许是一般人如果会遇到鬼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对啊，现在有网络，有很多人都会把那种不经意拍到 的，嗯，对，以前就没有办法，对，以前没有网络，以前过，而且过了就过了，对，哎，来不及拍，对啊，没有，就有没有生气，而且这个雾状的，雾状的形状啊，看，如果他不讲颜色的那个部分来说，他是还蛮真实。嗯，因为我也看过另外一个呢，他是车祸现场，车，嗯，一转弯，然后他转不过来，砰就撞上去，嗯，应该是当场死掉。哇！然后，但是他就是在你可以看他，比如说在35秒的还是30几秒的时候，一个黑影哦，就像这样雾雾的黑影，就从车子里头出来，走到旁边蹲下来，然后接着很多人就过来要救他。其实已经没有救了，那其实他的魂已经出来了，这种再叫魂就没有办法叫不回来，那他就已经死了，他肉体就已经死了，所以他魂才被跑出来，那因为是路边的，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监视器拍的，所以你看到他撞上去，然后大概在几秒后，因为他是把它剪出来的，几秒后他就从里头一个黑影，就像这样淡淡的黑影从车子里头走出来，走到旁边，然后后来他就蹲在旁边蹲下来，他不知道自己死掉了吧？对，那我当时我就立刻，我一看到影片，我立刻想到高速公路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个高速公路车祸嘛，那很多人就去马上就救护车什么都来带那个啊，警察在那边指挥交通，后来警察就觉得有一个人为什么一直蹲在那边看，他就觉得看热闹，他其实有点不太那个，不太那，那他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就很生气，看了一眼，他没办法，他继续指挥。他重点后来那个，因为他只卡在车里头，把那个搬开，把人抬出来，他看到他吓到，因为那个人就是他刚才看到蹲在路边看热闹的那个，蹲在路边的那个是他的灵魂对出来的，对，他说他看。你们怎么处理我的尸体？对，他可能还他自己也在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可能也不知道你们这个人是谁。这个有啦，这个高速公路的故事很多。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他就是开车嘛，那我坐他旁边，然后他就开到一半，他就转过头来跟我讲。你有看到不？你有看到不？然后拍着我就，你有看到？我看到是海啊！吓到！高速公路，我在想说我要看到什么？佮遐有人夹咪两个，一个妈妈带一个囡仔，在路中，你有看到？啊！我讲无啊，无看。伊讲安尼我知啊，伊用油门吹的，我就来弄过啊。你听，他不晓得是真的人还是假的？对啊，又唔知那是人，要打洞啊，是要吹，是要吹油门？你看到鬼，你当然不是要紧走啊！对啊，对哦，伊讲，所以他分辨不清的时候，他就转过来。我上礼拜我们在出外景，就是阳明山雾很大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在开车，我说这路雾好大哦，然后就在开，我们看到一只猴子停在路中间，就是阳明山的，它不是在边边哦，它是在
路的中间，就是我们要开过去的这路的中间的、嗯。我们这次车子还要撇出来一点、嗯、，OK 了，好、嗯，对，差点撞到他，然后我就说猴子，然后他们所有人说对猴子，我说是真的吗？然后他们说也不知道，反正我说那以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请问一下你们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半夜雾气这么大、嗯，突然看到一个人站在路中间，你们要停还是要踩，就是要踩刹车还是要踩油门？那个时候你就爱你。走你旁边，六块不？六块哦，就跟你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人讲，六块不？六块哦，啊，那个人如果说我无块，那你就知道了，你但是你看到鬼了。问题是，如果他一个人开怎么办？就傻眼了、啊。不，三更半夜通常不会一个人开去。我就想说，这也太恐怖了吧？不然你也会载个女朋友嘛，对不、啊、对？真的，猴子，对。对啊。大家不要怀疑，我真的在上礼拜在阳明山的路边看到一只很肥的猴子。非常肥，指出正确的方位，比如说要不然的话，对，你的东西要崩坏掉。就其实实际上，但是你说阳明山那个、嗯，我曾经发生一过，这、嗯、很诡异的这个、嗯、这个车祸。嗯，就我开在前面，啊，后面有一台车跟着，它、嗯啊、是一个弯道。嗯。好、哦，弯道。嗯。然后呢，嗯、我就觉得这个弯道，不是很弯呐、啊嗯，在我的技术来讲就。就轻轻就过去了，就转弯就好了。嗯、就我弯过去了、哦，我就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噼啪啪啪，就是后面那一台车就翻车了。没有弯过，没有弯过就翻车，他不知道怎么翻。我看他车速也不快，因为我没开很快，啊、他我在他前面，他不可能开很快、嗯，他就这样子翻过。然后我转头看，他已经翻整台车翻过来，然后横躺在对面的车道。天哪！就。很奇怪哦，奇怪那以你的车速也不可能。对呀、啊，而且是慢慢的开、嗯、啊，那又是小车子，又不是很大的车，怎么有办法？老师，我们要进棚了，差不多了，好先进去。所以我们挑好了三张，那下一次录影会给老师签名，好不好？好。好对，然后好，老师可以先进去。说，反正呢，接下来大家有人在问说，哎，拜拜，老师拜拜。对，然后接下来有人在问我们说，我们四月份的特别企划是什么？四月份的特别企划，人间四月天就是怪谈系列，那是以台湾四个就是有点比较著名的都市传说怪谈，然后当作外景的地点。那这些地点，就是。可能都是一般人很熟知的传说的地点，比如说阳明山有很多的，比如说在哪里会看到什么上吊女鬼啊，会拍到鬼啊，或是有看到狐仙啊，然后汐止有魔神山啊，然后台中有红衣小女孩啊，然后在蓝潭嘉义的蓝潭有所谓人面鱼的传说。接下来没有选上的话，就是我们下一次可能会放着之后。就是第三周的时候，我会再继续挑选。对，所以所以接下来四月份的企划就是会有台湾的所谓的都市比较出名的都市传说，然后回到现场这样子。嗯，那就先这样子，因为我们要进去录影了。看到狐仙，对，也要赶快拜，这是真的。那我是看到猴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猴精啊，只是觉得还蛮神奇，竟然在阳明山大马路上看到那个猴子而已。对，所以。还是请大家还有两周就是可以继续来参加鬼画符的系列，然后就是一样就是投稿，每个礼拜五我们会上那个活动页面，大家都投稿在那边，然后应该是礼拜二截止，因为礼拜三我们通常都要录影，所以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把画都印出来，然后到时候录影的时候再来现场给老师挑选，好不好？ OK， 那就先这样咯，记得，然后一样这礼拜的节目很精彩，记得不要错过，我们有发现遗体哦，很恐怖哦。 OK， 好，先这样咯，拜拜。